或许是赵云磊的真爱粉太多，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来球迷的无限遐想。一个小小的项链就引发了广大球迷的猜测和热烈讨论。赵云磊的一个奥运五皇的项链代表着两个奥运冠军，也希望这份幸运与美好能够伴随一生。但眼尖的球迷们还是发现了端倪，这是一个定制的项链，但是宏伟也带了一条。此照片一出，立刻引起了球迷的广泛讨论。当年张楠与赵云磊的恋情曾经轰动羽毛球圈，大家对他们最后的选择也是各执己见。如今有新的消息，自然也是不能放过。不过厉害的网友还是找到了回击的有力证据，那就是女双运动员于洋也有这样一条项链。其实无论最后的事实和结果是怎样，赵云磊的球迷都是真心的希望自己的偶像能够找到一生的伴侣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